那媒体朋友帮忙一下，会到这边来哦。有媒体朋友帮忙一下，会到这边来哦。中队啊，然后他就进去。现在情况怎么样？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现在情况就是警察驻守在忠孝东路跟镇江街口，然后有一台水车带着辣椒水，然后要用辣椒水攻击民众，从中山北路这边前进，然后他们造成了我们很多的恐慌，我们其实是非常的在里面，追求马英九给我们一个回应。只要一个回应，正面的回应，正确的回答，不要再用回避的方式。谢谢。你是林非凡吗？您的名字？我是阙志光。啊、我是阙志光。阙志光。谢谢。请大家告诉大家。你在这个运动里面，您的角色是？我现在是总指挥，在第一线的总指挥。那我们以前知道的林非凡跟那个陈伟霆呢，他们是在内部的总指挥，在里面。对，你是外部的总指挥。对，这边指挥是来了。谢谢。总部，镇江呼叫。他准备要进来。
先搬那个。警察先到路口，先去喊哦。我已经通知了。警察已经到我们右手边的路口了，警察已经到我们左手边的路口了。前面有个物资站，不好意思，警察待会要过来了，麻烦记得往后退。我们全部都往后，他们跑了，他们两个负责人都在立法院。好，不用特别紧张哦。好，那站长的举手好吗？好 ，OK， 那我们就来做移动。警方从前面开始攻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的这些公共厕所会一个一个找下来，警察会七零八落的过来。第一件事情，他们在那边会被阻碍，但是请记得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手勾着手，然后记得要讲八个字：合法集会，手无寸铁。合法集会，手无寸铁。因为我们在这边的集会是合法的，我们手无寸铁，我们执行我们公民的权利跟我们公民的义务。我们希望警察可以继续理智，但是经过他们昨天晚上杀红了眼之后，我不晓得会不会这样。所以请各位记得一件事情：当警察开始攻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手勾着手开始叫的合法集会，手无寸铁。然后当警察开始往你抓的时候，你就开始往后躺，往后斜躺。但是记得一件事情，往后斜躺，当警察开始把你拉离开人群的时候，你要把全身放松。放松的缘故是，你要拖累警方的人力，因为当你放松的时候，一个男生他需要三个人力去把你扛走。所以麻烦请记得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请记得到最后我们要平安的回家，把公民的理念开始往下传下去。中山南路口，中山南路口。看，我这里有。看，到了。到了。这边好漂亮。
好了，危险。谢谢你。不会，阿妈，这边危险哦。你去旁边坐好，收拾。阿妈，金饰品要盖住这样。我们往后走。不要紧，好吧。阿伯，你叫盖住这样吧。不要紧啦，我知啦，我知。谢谢。不会。我要不要讲？不好意思。你说我在这录影啊？我录你。无啊，这太危险了。我惊你受伤了不？妈呀！如果可以的话，再送一些人进到围墙内可以吗？再送一些人移动到围墙内可以吗？门口的纠察，阿端，你帮我看门口好了。好，阿端，你帮我看门口，看那个围墙内还可不可以再塞一些人？围墙内还能不能再塞一些人？谢谢。在这边有呼吁在镇江街口的警察不要轻易的移动如果移动的话，我们不排除会在攻进立法院里面，所以请你们镇江街的警察不要移动，镇江街的警察不要移动，不然大家都搞得很紧张，立法院内的警察也很紧张知道？来，那个。可以再往那个立法院围墙内塞的再塞一些人进去，谢谢。我们呼吁在场各地的警方人员不要轻举妄动外面的警察人数没有比我们多，不用紧张，我们人比较多。大家赶快召集更多人来这里，用 FB 打电话。不能再笑了。下头。那个 PA 台PA 台也请你找一些人互助你们的 PA 台找一些人互助你们 PA 台下方。请大家抢过去，召集更多人来。我们青岛往林森的路口，外面有看到有警察集结的状况吗？如果有的话，也请同学派一个人回来我们主持台这边报告。